我的正次，这一次要开箱的呢是西奥朵拉的腕表礼盒，主角是我们的水行侠。这一次合作系列，它是真的可以下水的潜水表，它的表盘正中间就有水行侠最经典的标志。你如果仔细近看哦，会发现它里面的秒针是做水行侠的三叉戟设计，这真的是有够好看的小细节。我真的无聊没事就会一直盯着它发呆，我觉得看着那个秒针动都觉得好疗愈哦。这只表它具有10 ATM 的防水等级，可承受100公尺的水深压力。基本上呢，无论你是潜水、游泳或是日常碰水，这只手表直接戴着都没有问题。它的镜面采用蓝宝石水晶玻璃，硬度呢是仅次于我们的钻石而已，所以它的防刮耐磨性相当优异。304全钢制表壳设计，三眼设计的表盘可以显示星期24小时制，还有两地时间，让你两国时间没有距离。旋转陶瓷表圈呢，可以用于水下计时。那这个表圈上面有一个圆点设计，要计时呢，将它转到我们的分针位置。分针距离我们的圆点有多少距离呢？在水下就可以判断我们在水里待多久的时间咯。加上它有清晰的夜光功能，这一次在指针上呢，也有特别加强夜光处理以及我们的亮度升级，让你无论是在水下或者是夜间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时间。另外它的表背呢，也有一个三叉戟的图案，表冠呢有水行侠的标志。这一次呢，特别设计表冠腰身上面呢是相对应每一个表盘的颜色的这个小细节。我自己私心觉得水行侠系列这次的设计细节呢，比之前我合作过的系列呢都让我更加满意，更加走心。水行侠系列夜光潜水腕表这一次一共推出了4款表盘颜色以及2款表带，那我这次呢分别挑选了2款很适合女生的中性表款哦。接下来看我手上这一款中性配色，它就是呼应水行侠女主的湖水绿表盘，搭配我们的金色边框以及2种异材质拼接的咖啡色真皮细胶表带。这2款手表我男朋友那时候一看到就直接指着这款说好好看，分我戴，这个男生可以戴吗？当然可以。湖水绿表盘一直都是西奥朵拉非常热卖的中性配色，无论男女都可以佩戴。先前呢我也分享过非常多次了，那我自己日常穿搭最常搭配的方式呢，就是像我穿这样子的休闲帽 T 或者是牛仔穿搭都相当适合。因为这种异材质拼接呢，就是显得比较活泼一点，也不用穿得特别的拘谨或是特别的正式，所以在搭配驾驭上呢我觉得相当轻松。另外一款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清新白色表盘，配上我们的雾面银色钢链表带。这一款表盘呢，我觉得女生应该一眼看到就会冒爱心吧，我就是啊，因为白色就是最百搭的颜色哦，不对，应该要说最万搭，就是什么都可以搭配，就是很不容易出错的颜色。而且这个表款呢，是我觉得水行侠系列里面最斯文的一个表盘，非常适合女生。我如果有穿衬衫，就会搭配这一款，因为它会让我自己整个人看起来更加专业。所以如果你是商务客的女生，戴这一款呢，我觉得相当适合。另外呢，它也可以就是比较潮一点的穿搭，像是穿皮衣的时候呢，我也会搭配这一种表带，看起来呢就会有更加个性一点的感觉哦。虽然说这只是潜水腕表，但是呢，这只潜水表只有会玩水的人才适合戴吗？我觉得未必耶。第一，我觉得它很好看啊，我想戴就戴。第二，日常有很多时间都会接触到水，比如说台湾潮湿，容易下雨，或者是日常做家事，还有常常会有那种游泳习惯的人，每天那边拖拖拔拔，觉得很麻烦。我觉得就很适合佩戴这只表啊，你戴这只表也比较不用担心说你的手表会不会进水嘛，对吧？第三，就是西奥朵拉他们家的表带都是可以自行拆换的，我可以根据我今天的穿搭换不同的表带，就算呢我这种钢链表带过长都可以自行拆换调整长度，不用特别跑钟表行一趟，我觉得超级方便。西奥朵拉他们家的手表呢，只要你替换表带，好像就是又换了一只新表一样，这就是我很喜欢他们家手表的原因。只要购买西奥朵拉的手表呢，都有附赠这个专属礼盒，无论你是送礼或自己收藏，相信我，只要收到礼盒真的就会觉得很开心。只要购买西奥朵拉的手表，里面都会附赠宝卡、饰表布，还有这一个专
专属的送礼提袋。这一次购买水行侠系列手表里面都会再附赠这个正版授权卡哦。看完开箱有兴趣也可以上官网订购，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北中南实体门市呢去试戴手表。我认真讲，他们的实体手表比影片还要来得更好看。希望我今天的分享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